第六课，饮食的方面。一、蚵仔煎。二、臭豆腐。三、面线。四、鸡肉。五、鸡排。六、鸡腿。七、猪肉。八、牛肉。九、羊肉。十、鸭卵。十一、排骨。十二、小卷。十三、花枝。十四、饭圆。十五、便当。十六、丸仔。十七、担面。十八、牛肉面。十九、肉丸。二十、肉粽。二一、甜粿。二二、米糕。二三、面包。二四、鸡仔寮。二五、包仔。二六、炒饭。二七、烘。二八、煎。二九、炊。三十、煮。三十一、水。三十二、饮料。三十三、食物。三十四、烟肠。三十五、米粉。三十六、冬粉。三十七、火锅。三十八、咸酸甜。三十九、牛奶。四十、豆奶。四十一、油炸粿。四十二、烧饼。四十三、炖鸡。四十四、红烧肉。四十五、水饺。四十六、梅、梅。四十七、咸。四十八、甜。四十九、酸。五十、咸。五十一、油辣辣。五十二、臭臊。五十三、鱼。五十四、肉酥。五十五、肉干。五十六、腊肉。五十七、圆仔。五十八、鸡卵糕。五十九、菜头粿。六十、泡菜。六十一、海带。六十二、盐。六十三、味素。六十四、哈姆。六十五、四手啊。六十六、饼。六十七、猪血粿。六十八、肉羹。六十九、虾卷。七十、鸡卷。七十一、寿司。七十二、沙司米。七十三、卤蛋。七十四、猪脚。七十五、豆干。七十六、蚵仁。七十七、仙草。七十八、润饼。七十九、挂包。八十、宵夜。八十一、点心。八十二、姜母。实用语句篇。一、准备这么多吃的东西。二、明仔载有亲戚要来家里吃饭。三、鸡、鸭、鱼、肉都有，真多草。四、爱炊、爱煮、爱煎，搁爱煎。五、一定足无闲。六、所以头壳莫得烧。七、台湾菜
我煮了无好食。八，学甲差不多啊。九，囡仔爱食蚵仔面线。十，润饼挂包有食过无？十一，毋捌听过，好食无？十二，油饭肉羹我真爱食。十三，伫台湾什么料理拢食会到？十四，泰国料理即马真时行。十五，越南店啊嘛四个有。十六，自助餐上方便，菜色搁济。十七，比家己煮的较爽呢。十八，平摊的时五十块就解决啦。十九，我想要来开一间卖早顿的店。二十，安尼请我做你的助手。二十一，爱讲笑，你出钱，我出力，什么款？